就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天道。我是早安，我是多乐，我是猪爸爸。鳄鱼，鳄鱼呀、啊，鳄鱼是鱼，喂食鳄鱼游戏。我、啊，爸爸，你脸不痛吗？我们先看看盒子吧。对，我们是要各自把我们的鱼喂食给这个中间的鳄鱼吃，谁先把鱼喂完就是胜利。我要喂鱼，我要喂鱼。好吧，我们打开吧。好，好好玩哦，好好玩哦，嘿嘿，厉害吧？厉害，来，鱼的头。好可爱哦，好像会动哎。哇！嗯、好，好吧，走了，拿出来吧。好，我的黑鱼，哇！哦，你死了。鳄鱼的牙齿，叮叮。打开鳄鱼的头。对，真的，哈哈哈。组装下去。组装好了，看了眼睛。嗯。OK。这有一包鱼，给鳄鱼的鱼粮。鱼粮。一个塑胶的嘞。哇，全它是暖的塑胶嘞。对耶。好，我们把电池放进去。好。它接了电池的地方会在嘴里面。我们可以准备开始游戏了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们把颜色分好。我要紫色的，不分好。好吧，就要蓝色吧。好。我是喂食蓝色鱼的蓝色玩家。八点。八点要光点吗？我要是红色。谁先把所有的鱼都发射去鳄鱼的嘴巴里，谁就是胜利的玩家。对。好，我会加油，我会加油，加油加油加油。好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。那么我们就准备开始游戏吧。好 ，Ready Go。哦，左边剩下一只。哇，好久。
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订阅和分享哦。好，拜拜。如果讨厌这个鱼，可以留言告诉我们。